是进的小番，然后直转体360，但是韦小元，让小元是上一届的世锦标赛的高低杠，世界冠军得主，并掏360，并掏沙波，EE0.2的名言加分，踏可地，灯杠沙波180，地主，并掏180地主。 闪掉360，给了一个并腿前弯翻，也一个直接加分。大环，还有下巴，直线360，非常清晰。好，镜子小翻，一个四分跳，这个零分跳满足了舞蹈创意的这个编排要求。 好，四叉结环，好，非常漂亮，非常的啊，一个E组的舞蹈动作。小三拉拉提，好，B C 满足了这个技巧的编排要求。好，四叉跳 C 组，四叉180，有点小晃，但是没问题。一看这个运动员就是非常有比赛的经验啊，稍微有点小晃都不控制的了。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静力动作，隐身前弓翻，D组，原地的结环腿跳，D组接了一个 B 组的小翻，哦，镊子失败了，这一看这个镊子就是。 可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啊，还是比较捏着的啊，没有完全的把这个动作要领做出来。看一下他的下巴，镜子，小翻900。好，我们在新规则呢，也就是说在下一下小圆周操。 进的小班，有900了。进的小班，有两个。刚转的速度还是欠一点，然后这个分确实比较低。那飞走。 打开的结环 C 组，一组，明白，对，明白。 七百二，对不对？好，七百二，C组的结果。好，自由操呢是一个。